狮子，爱，豹，长，瓢虫，午餐，豪华，羊，湖，豪华轿车，蜥蜴，信件，幸运，纯。狮子喜欢豹很久了，但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。狮子将他的困境告诉了他的朋友，并征求他们的建议。瓢虫建议狮子邀请豹去豪华餐厅吃午饭，但是狮子害怕。羊建议狮子开豪华轿车带豹去一个美丽的湖边，但是狮子害怕。蜥蜴建议狮子给豹写一封长长的情书。小读者，你觉得狮子会有勇气吗？故事结束了，想看英文版本或购买这本原创中文小书，请看下面链接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。谢谢支持 Golden Promise。再见。